同学们，咱们上节课呢，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查询出来，然后便利，便利之后呢，咱另外呢又把删除和修改按钮放上去了。接下来呢，咱们开始写修改删除，看他怎么写。好，在没写之前，我先把性别这个变一下，咱不让它变成数字，咱变成什么？变成男和女。来，咱们以前说过，怎么着？数据库的时候插入零和一啊，或者一二三啊，都可以。查询出来之后呢，通过 PHP 去处理一下。这个怎么改呢？括号括起来，好看一些。括起来之后呢，我如果说等于一的时候，问号，然后呢这块写个男，引号引起来，引号引起来，冒号，然后呢写成女。好，我再去刷新，刷新，好，男女已经变回来了哈，已经变回来，不是零一二了哈，不是零一二了。接下来咱们说什么？说删除。删除的时候其实特别简单啊，其实特别简单。我怎么着呢？我刷新，我点删除的时候，哎，怎么着？它是通过 URL 地址把你要删除的这条数据的 ID 值给得到，ID 值给得到。那删除的时候，同学们还记不记得删除的时候 circle 语怎么写？dollar circle 咱说什么？delete 什么 from，然后这什么 bbs 表明是不是？表明，然后呢，where ID 等于多少？等于一啊，是不是把一的删掉了？那等于二呢？把这个 ID 呢，只需要等于二就删掉了，删掉了哈 好，再回来，再刷新。我一点删除，再说一遍，一点删除，哎，ID 通过 URL 地址传过去了，已经传过去之后，那怎么样才能获取到它 ID 呢？第一步，先获取出来你要删除的 ID。哪一条数据？那怎么着？dollar ID 等于通什么？还记不记？dollar 下面 get，下面 get，然后呢，获取到 ID，获取 ID，你看 echo dollar ID，echo dollar ID，我刷新这块返回，刷新十二，比如说是点删除，哎，执行删除操作是十二，这样 ID 得到了。ID 得到之后删除呗，但是删除之前你切记，怎么着？还是要连接 MySQL 数据库，还是要连接哈。连接呢，我就不再写，我直接复制过来，Ctrl C，复制过来，拿到这儿，这就连接。连接完之后，接下来这块 SQL 语句要发生改变哈，SQL 语句要发生改变，dollar 不是 dollar，然后 delete。from 表明 bbs user，然后呢 where id 等于 dollar id，好吗？等于 dollar id。接下来这是发送，怎么才能判断它呢？判断它是否怎么着了？是否成功呢？接下来你看我 verdammo dollar obg dollar obg 回来，我刷新，我把十二删除，哎，布尔值处。其实此时此刻呢，删掉了已经哈，已经删掉了。刷新十二已经没有了，十二已经没有了哈。这块发送的它返回的啥？在删除的时候，它返回的是个布尔值 boolean，返回的是一个布尔值，而不是一个对象了，好吧？那接下来它删除完之后，怎么让它回去呢？if 判断是否成功，else 这块怎么写呢？这块怎么去写呢？dollar result 这个直接布尔值了，然后并且它有受影响函数 mysql i 下划线 f a f f e c t e d 下划线 rows r o w s w s，然后把这张 dollar 把谁传过去呢？dollar link 传一个 dollar link，传完之后接下来 echo。这是删除成功，这块呢删除失败，接下来最后一步要别忘了哈，关闭数据库 close close MySQL I close dollar link。好，上面东西不要，这块删掉不要了，刷新，我看十一能不能删掉，我点删除。哎，删除成功，返回，刷新，是不是第十一条数据没了？但是这块不太好吧？那我加个链接呗，我可不加个链接，删除成功，
然后加连接 ahref 等于谁呢？等于一个 user 什么 list 点 pp 返回到首页去让它好吧，返回到首页去，删除成功。这块儿再加上一个斜线 a，然后这块写呢，写个返回，这个写个返回，好吧，返回。再接下来刷新刷新，我把张三能不能删掉？张三我删除，哎，删除成功，返回。张三还有吗？没了哈，特别特别的简单，这就是删除，这就是删除，好吧？删除完之后，接下来咱们开始说什么？开始说修改，修改它的逻辑是一样的，只不过只需要改变一条 SQL 语句就 OK，SQL 语句就 OK。我点删除，我刷新，我点修改，点修改啊，点修改，哎，这是执行修改操作，来把它拿过来。把它拿过来修改 update 点 pp，还是一样，先获取你要修改的那条信息的 ID 值等于 dollar 小写 get 下边的 ID，获取完之后还是连接数据库，来连接，我还是一样不写了，连接数据库，数据库连接，数据库连接，这样写。但是你想想哈，咱们稍微来个复杂一些的哈。我删除的时候，我想删除的时候怎么着呢？我想把那条什么呢？把那条 ID 值，不是 ID 那个什么，它对应的那条数据的值给获取出来。我先查出来，查出来展现出来，展现出来之后呢，我再去修改或者怎么怎么着，好吧？这块儿我怎么写呢？我连接 selecting from 这个表，然后呢，我写个 where ID 等于 dollar ID，等于 dollar ID。等到 ID 之后，我这块看获取出来 ID，然后呢，这是连接，没什么可说的。接下来我什么呢？看 runtime 打印出来这个是不是 OK 的？OBG 能不能查询出来东西？回来刷新，然后我点修改第一条王宝强，怎么着？是可以的哈，是可以的。那怎么着？我可不可以把它数据拿出来？通什么呢？dollar rows 等于。MySQL i 下划线 FETETCHA 下划线 FETCH 下划线 ASSOC 获取出来 dollar obg 刷新好没有打印来打印上 redumple dollar rows 刷新是不是这条数据拿过来了？你看我接下来我刷新。我什么查张柏芝？我修改，哎，张柏芝拿到了，张柏芝拿到了。好，那既然这些东西拿过来之后，我可以怎么着？我可不可以写个什么？写一个 HTML 啊？可不可以写个 HTML？我写个尖括号结束这样写，我写 HTML，直接下边写 HTML。然后呢，我写个 form 表单 form 斜线。斜线，form，这块呢，我写个用户名，用户名冒号，冒号，input，type 等于一个 text，text，然后 value 等于什么？等于一个尖括号 pp，我混一边模式啊，等于呢，我 echo 出来什么 dollar。rows 下边的 username，然后放上结束，看此时此刻它能不能拿出来哈，能不能获取到？这块有没有写错？我看一下，少东西啊。好，接下来我刷新走，哎，张柏芝是不是拿到了？怎么了？就相当于我查询出来之后呢，我又混编了一下，混编模式写的哈。后期的时候咱们用面向对象就不会这样写代码哈，它直接用模板引擎直接去搞的哈。现在呢，你们只需要。这样去搞能明白这咋回事就 OK。我先查出来，查出来之后用这个函数来处理一下，处理完之后它这个数组，然后呢我把这个数组混编着写放到这里边去，因为啥？我知道修改了哪条数据，对不对？好，这是用户名，然后加 br 行，加 br 行。那接下来还有什么用户名？Ctrl DDD，来，Ctrl DDD 写几个？除了用户名之后还有别的吗？来再看用户名、地址，我写地址。地址，
有点丑哈，这是页面哈，ADDRESS，就咱就不美化它，想美化自己美化去啊。然后地址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地址、性别和年龄，性别和年龄，来，这是性别，性别和年龄。然后这块不要了，删除，干掉，看有没有 OK，斜一点，侧一点哈，刷新，怎么着？是不是用户名张某志啊？地址香港啊？性别张某志？哎，这有问题啊？是不是这块要改啊？这块改什么？要改成一个，改成一个那个性别变成一个 sex 好不好？然后这块呢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年龄，变成个 age。好，我刷新，刷新。好，这性别啊是零，是一，零是女，是不是？然后一是男。这块你想再做仔细呢？再做细一点也可以，可以写成一个什么？写一个下拉框，然后我就不写了，好吗？我就不写了。这块我再写 input 提交按钮，input input type 等于一个submit input type 等于 submit value 等于一个点击修改执行修改执行修改执行修改。好，刷新，然后点执行修改。哎，执行修改跳到本页面不太对吧？不能在这写吧？那么说，我为了简单哈，我再让你再写个什么？再写个文件。这块呢，我 form 写个 action，action 等于一个什么？写个 do update 点 pp 执行操作。这块是修改页面，然后呢，我再跳到一个 do update 点 pp，然后我刷新，点执行修改。哎，到这儿了是不是？但是有个问题啊，do update 点 pp 问号 ID 值没了呀？那 ID 值怎么继续啊？这写什么？问号。问号写什么？ID 等于，我可以箭头问号 PP，我接着混编，接着混编哈。这块呢，我 echo dollar ID，echo dollar ID，参数结束，回来刷新，我点修改，也没有得到呀，也没有得到。再回来刷新，我点修改到这儿，到这之后执行修改，发现 ID 值丢了。ID 值丢了，那怎么办呢？到这块儿，别害怕，先 echo 出来有没有到了 ID 这块儿，刷新，刷新，点，然后点修改，ID 值到这块儿是有的哈，这一块儿是有的，但到这块儿是没有了，已经保存，已经没有了哈，已经没有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ID 值咱们拿不到啊。拿不到，咱们就没法进行修改哈，没法进行修改。再回来刷新，然后再说到哪到 user 里的什么到用户列表哈。然后我点修改，但是此刻 ID 值到这块还有呢，A1 还能拿到吗？然后我执行点修改的时候，咦，发现问号没了，没了，那怎么办呢？你看，我接下来把这个东西文件补全，文件补全，文件补全，Ctrl N，箭括号问号 PP，箭括号问号。PP 保存，Ctrl S 保存，Ctrl V 回车。你看啊，我写啊，for example，dollar 下划线，dollar 下划线 get 谁呢？我 get 啊，我直接写，直接打印 get。再回来刷新，刷新，刷新，不行，对不对？然后再点修改，犀利哥点修改，然后这块10，哎，拿到了。然后呢，我再确定修改，点击执行修改。诶，发现没有，发现没有，这种情况没有，怎么办呢？来查看源代码，看一眼，用上 ID 十，但是呢，它确实没有拿到，确实没有拿到啊，那咋办呢？这块儿走，这就解决不了了，不是，看好了，我这块我不这这我不在这写了，我换一种方式写，咱们以前很早的时候学过什么隐藏表单，隐藏表单，我用隐藏表单给它传过去，input type 等于。type 等于 heading HIDDEN，那 value 等于一个什么呢？等于一个箭括号问号 pp，然后这块写个 echo dollar rows 下边的谁呢？写一个直接不用 echo dollar rows 了，直接是 echo dollar id，然后箭括号问号结束。接下来这块，然后呢？哎，咋回事？这块写啥？要写个 name 值等于 name 等于 id 等于 id，
好，再回来看能不能拿到哈。刷新刷新，我点修改，哎，这样就拿到了。通过什么？通过隐藏表单去把这个 ID 值给传过去。用户其实是看不到的哈，用户是看不到的，这个 ID 值它是隐藏的。再回来，我把它删掉，这块 echo ID 干掉，不要，不要了啊！我回来刷新刷新，刷新完之后我点修改，修改，然后呢，这是。执行修改，哎，ID 为一就拿到了，就拿到了哈。好，你看我要改值呢，我再改值呢，我这块改成什么呢？我刷新刷新，这个18呀，什么执行修改？哎，它只得到 ID，那 name 值呢？name 值没有啊？那毫无疑问，这块还要改。再写啥呢？都要给它起个 name 值哈，name 等于。你看，我写个 name 等于什么？起个名字才能接收到啊。name 等于 user name 还是一样 user name。然后这块呢，写个 name，就写 name 等于写一个什么呢？写一个 address。然后这块写，然后 name 值通通给它 name，不然不给 name 后边接收不了。然后这块呢，写个 sex，这块写个 name 值等于一个等于什么呢？等于 age。好，再去刷新，返回刷新刷新，然后点确定修改。哎，发现怎么着？可以把它所有的值都获取到。你想修改什么？你这块写个王宝强666，然后河北邢台666加66，性别呢我变成零，然后年龄呢变成28，然后点确定修改。哎，这就是咱们将要修改的值。好，这节课先讲到这儿。